林徽因1904年6月10日生人，太祖，生于浙江杭州，中国著名的女建筑师、诗人和作家，是梁思成的第一任妻子。山中一个夏夜，林徽因亲笔手稿。林徽因写给胡适的信，两人经常写信，在徐志摩八宝箱问题上，也是胡帮着林徽因把日记要回来的。林徽因写的诗歌《你来了》，此图是林徽因给沈从文写的信。林徽因人缘非常好，与沈从文交情不错。沈从文每次有问题都问林徽因，包括他和妻子闹别扭的时候，